问一下，这个多少钱？他说要多少钱？大高竹锅，这叫5000。大高竹锅，纯手绘的这个。对，吃火锅用。把这个拿走。吃火锅用，腌着红的一个。大火锅，我不要这个，我不要这个。大火锅。洗脸，可以当脸盆用，洗脸盆。正宗腌制盆了啊！这叫民国就好，关键不到民国。不到民国。到解放后啊，解放后的，不过也还可以。5000。这个样式比较好玩。画的怎么样？胭脂红的一个大高足碗，是别人订的，然后还有一个柜子还没到，一会到。好多是订了的啊，都已经买卖掉了，还有一个柜子。